妈，你不要紧嘛。妈，你是不是倒位咧艰苦？妈，豆豆来，你先坐。妈，妈，妈！胡明啊，胡明，阿姨，阿姨，干么事？胡明啊，姐，姐，姐，我来教你，干么教你姐？没用的啦，只要对出来电台物件，会去应用到呼吸，你等到危险啦。胡明啊！妈，妈，快去啊！胡明啊，我来救救火车。妈，这样心跳出紧，我今日会休克，叫救护车进来。胡明啊，胡明啊，你到底想做哪？你别搞坏家啦，胡明啊！妈。身躯内面的毒素压起来啊！今仔表现这么好，就算讲给你鼓励啦。我着吼，一罐仔解药啊，我着给你啦。这香的香味，感觉好真多，感觉心无改变，这香啊！你就把他留意。阿姨，来。好佳哉，妈唔免担心，啊，不过看伊面色无介好。希望也过好诶，阿姨，你才拄啊精神无好过，身体还是足虚诶，所以你还是坐轮椅哦，阮较放心啦。就是阿妈，你拢唔知影，你拄只掉筋诶时阵啊，迄状况真正是足惊人诶咧。我即马一想起来，规个心肝也是安尼憋爆出来。妈，自细汉到大汉，我妈看过你发生遮尼严重诶代志。这几个人安死死困困去，你敢知影大家足烦恼的？这么严重，妈，是我含慢，害你受苦啊！我无代志啦，我
我是拄安尼雄雄徛起来，头壳安尼小可晕一下。哦，那呢哦，你都乖乖坐就好啦。迄停车场哦，就咧头前尔。看起来你敢那真享受在白衣内面出出入入哈，一大阵人安尼陪你，话说敢那妈做出顺呢？你在讲什么笑话啊？拄只你妈在厝内吼，人艰苦甲秘书杨贤也起来啦，啊，好家在屋弄得嘞，送伊来白衣，啊那无，会偌严重也唔知的啦。我听讲，咱的杨贤哦，迄是因为有当时啊营养无够。奇怪嘞，我甲妈藏起来照顾时阵，都无种代志发生啊。恁家照都转去，就有种状况。俺就表示讲哦，恁每一个人哦，享受惯习啦，真含慢照顾人。莫在意啦，行。对啦，既然无法度改变，大家就免你遮浪费喙喏。行啦。妈。你敢知影想怎坐来坐去，最后还是坐倒转去江道生的身躯边啊？迄是因为本来我真愿望你亲戚过来了，会当看到我有优点，我会当得到一挂关爱的眼神。阿姆，你甲因同款无呢？干那看到我做唔到的所在，根本拢无有想要去理解我的用心。是恁大家逼到无路通行的啦。你刚才你在讲啥？啊？你家己要做歹，你把所有责任送给大家，你安尼敢对？你到底受良心啊无？大家在怀疑你百只六百亿的目的的时阵，敢那有妈站在你一边替你讲话呢？你即马竟然搁怪妈？我敢出你这款孽子哦，实在有够见笑啦！莫再啰嗦啊啦，行啦！孽子，爸，你当初若不去偷吃文轩银妈，我哪有江道生这个机会去用调包？妈，你为着要保住你正经的位置，你险把文轩银妈害死呢！亚姐，你讲这个是人话啊？伊袂好讲人话啦，伊唔是人。我倒位伫讲唔对，在场每一个人都一个无做过亏心事，拢有啊。奇怪咧，你拢会当做，啊我咧，我若做啥物代志，你若放大来看，安尼够讲白？讲坦白啦，恁一个一个啊。拢商标，那讲到我的爸爸妈妈，妈，我本来俩总讲咱两个是母仔天生的，我啥物拢唔免讲，你拢会当了解。结果咧，这点江道生做甲比你佫较好。你即摆是咧讲啥话啊？你是讲啥话啊？什么？大家已经把过去恩怨拢放下，你搁提起什么创啥？你唔通袂记啊！那不是因为陈忠生爸仔，你哪会躲遐尼久，躲遐尼侪年？你莫假神啊啦！你莫假动作，所有恩怨啊、委屈啊，拢吞咧腹肚内，拢放袂记啊！阿舅啊！卖假错人啊！伫阿爸妈面头前啊，阿姨好，阿姨好，你足假呢？我听着最想吐的啊！甲爸甲阿姨回事嘞！我想怎爱甲回事嘞啊？哈！阮爸妈就是大细心啦，
你妈是私生女，你见少代嘛做罪安尼，我过来给你请教嘞。亚姑啊，你想什么方法，什么花言巧语啊？啊，公家呢，因大拢接受你啊。我这个亲生后生，就要让伊未来向王爷杀出去。严格讲起来，伊在搞坏事嘞。你真正是愈讲愈超过啊！妈，有看到我哈？你的亲生后生，好死样，好死怕！啊，你那落去点点，啊，哈你流血，哈你无情！我连怕你，我都无想要怕你啊！因为怕袂醒，我免浪费我的气力。你是无凭怕我？一开始，我听到你的咒语，你敢知影我话唔甘？我嘛足自责，我是安那无把我的后生顾好，让伊今仔日的人生爱去面对这款的遭遇。也不过我想，伊善良的本性，总有一天，伊一定会让伊回头倒来阮的身躯边。结果呢，你一摆过一摆，让大家失望。我真正想讲。做会用的，我甘愿当初是无甲你生来，我即摆袂甲你啊艰苦。你真的不好做啊！你甲你妈起架，你敢要无架？我警告你，你莫阁做下在阮的面头前。王兄，我今仔给你这个细伢仔，站这两拳，不哩啊大难呢。我即马出去验伤，万一我闹安怎，你着准备收法院判票。我才千万等你。唔成囝，无需要甲伊生气啊！哎，讲者较趣味，哎，你即马咧骂人吼，我听起来中气十足，敢那有较好呢啊？是啊，我嘛感觉妈即马气势较好呢。是啊，阿姨，听你骂人骂骂的，敢那精神愈来愈好啊！啊，无得个对妈来讲，骂人嘛是一种运动。真好，家有好果，妈应该无代志啊。贤啊，妈，你今仔头应该是拄啊罗瑞安甲你吸的时阵有留一个香味啦，因为伊拄则徛伫我边的时阵，我嘛有闻到身躯顶有同款的香味呢。对呢，你无讲我拢无注意到。真正有一个香的味耶，不过拄只我感觉罗瑞安的气势愈来愈歹啊。我嘛有这种感觉，哎，我拄只真正无想要拍伊，啊，不过伊讲话真愈来愈超过啊。好啦，煞煞去，莫阁讲伊啊，来等啊。